好啊，都定都定，按了两下，开铁路，按了十下，十下不就是没有？对，没有。我按了二十下喽，开开开开开开。啊天哪！哦，你看到那个鬼啊，你会觉得很好笑而已。哦，他音效不是很可怕？没有，他比你矮。哎，所以要先玩。先躲猫猫，先躲猫猫，先躲猫猫。好，可以连喽，来连吧，各位。哎，我又不小心按的快。连我。是按二十下的那个吗？嗯，对。二十下？什么二十下？打喷嚏的那个。哦，今天玩的这一张新地图是那个，就是好像是在一个 YouTube 的那个影片制作公司。影片制作公司，哎，有里面我之前稍微逛了一下，有什么片场啊，还有 YouTube 的之类的东西，就很好笑，这么酷哇！对啊，感觉连了蛮久了。对啊，斩鬼鸣枪，嗯，有啊，可以连到了，只是它里面不叫 YouTube 啊，看起来好像还好，它好像叫 YOUTURD。我的现在是熊猫团团视角，我们先等大家都进来了哦，然后那个吧。对啊，再开始。先忘记怎么变东西。哎、欸，这个箱子可以开哦。哦，好酷哦！你躺进去啊。可以开。卡住了。小雨他果然是跟着人走的。哈哈哈！真的假的、啊？小雨，糖回头。哎，糖、欸、纸箱上面的图。我觉得你可以。纸箱上面的图。就普普啊。哎、欸，它上面那个那个图看起来很不优呢。哪一个图？对啊，就纸箱上面那个图啊，不就是便便吗？你们喊哇！衣服的衣服，卡住的，是无法是不卡。女厕，哪里好乱闯女厕啊？闯女厕啊？怎么可以乱闯女厕？我想说，说不定你就躲在女厕啊。哦，对啊，哇哇哇！我先上个厕所了。哎呦，其实可以变东西还蛮多的，我来查一下，它的范围也蛮大的耶。对啊，女厕地板都是便便，造型的造型，地砖都是便便。对啊，我要来去找巧克力在哪里啊？找呀，找女厕啊，找到它了。哎，所以大家都进来了吗？一二三四五六七，要就进来了。那我们给七个吗？对，今天七个。没有允月啊？没有，允月没回来。允月。全部杀一杀，那我们那个女厕见。好，女厕我要找一下女厕在哪，有点难找啊，找不到女厕。哎，这个地方有点大，它竟然没有标示厕所在哪。啊，我看到了女厕，脚紧哦。哎，我到女厕了，我到女厕了。哎，我是个垃圾桶。哎哎哎，是个垃圾。哎，是啦。小雨是卡住了是不是啊？卡住了。哇，我一天就卡在这里的啦。他卡在对这个，你怎么会找啊？他卡住过来看到一个怪怪的。好会哦。久违的巨魔德来喽。啊啊啊！我要变什么啊？水果可以变。你可能要找一下，可能要找一下。我记得他的绿蓝图好像有。你刚刚说绿蓝图吗？绿蓝图，绿蓝绿，嗯，怎么变啊？我忘记了。一哦，原来是按一哦，对。我看 F2 啊，为什么按一不理我？哦，有一些不能变，有的东西不能变。看，你第一次玩黑哦？对啊，我第一次玩啊。你也被吓到了吧？哎，有那个猴子，我天哪，我这根本是完美啊！你完美了，完美哪里啊？哎呦呀，哎呦，我卡住，不行了，我这样太突兀了。哦，这个椅子好烦哦，我要走了，我来了。旋转视角是没关系的，移动才有关系。哎，他的，我不知道我到底长什么样子。他的这个水果好奇怪哦，可能不知道自己长怎样。不是，我不知道他的正面是哪一面啊。这没办法，这没办法，这就没办法喽。哎，巧克力。嘿 ，YouTube 的水果都这么恶心吗？你说那个西瓜长很奇怪吗？西瓜是全黑的，然后中间才是西瓜的纹路。哎，我刚刚听过这里，我还以为这是保龄球。保龄球，我想说为什么保龄球放在上面？
他比中指哎、欸，天哪、啊！这两个都不是。光摔瓶子，是不是有点难找啊？而且你们要三找四哦。他在外面在下雨、欸，对啊，他们外面在下雨，一个午后。那时候看那么仔细，哎、欸，哦，都不是，可恶！嗯，哇，卡通哎、欸。是不是有死人欸、欸、电梯里有死人啊好恐怖吓、啊、死人了好可怕啦好可怕难怪这里感觉像是那种废墟有没有欸这个厕所的隔间有跟没有一样欸透明隔间他点一下全部都变透明对啊那女厕是不是很好啊哇之间有眼睛在看我欸、嗯嗯、有猫咪团团两次什么我两次经过吧，我丑恶了，你在哪、啊？打个喷嚏，说不定就可以发现他了。阿啾，阿啾，阿啾，老师好萌哦，在吗？好萌哦，好萌哦，好萌哦！阿啾，阿啾，阿啾！打喷嚏打到自己死掉了，我打喷嚏那个弹道太大了，死的。哪里呀、啊？你怎么？干嘛啊喵啊！卡住了！哦，你卡住了、哦。所以我刚刚有没有打到人啊？嗯，你刚刚是你吗？对啊，我死掉了、啊，我死掉了。因为我旁边一个超大椅子。有没有？你快来找我啊！巧克力，你好对称哦。是不是我根本完美？好对称。Perfect， 在哪里？你在哪里呀、啊？我跟你讲啊，我如果下一回再变一次都没事。在很奇妙的地方。我怎么看不到你的视角啊？哦，哈记就感谢我的支持，颜色很棒，原颜色好是好啊，新手拜拜。杰克到底是什么啊？我看不出来哎。你可以叫杰克跳一下，让我动一下吗？好，等一下，我切一下，好，嗯，哎，哈，哎，繁星离繁星这边有点近，等一下，你动一下，我听到声音哎，对啊，有声音啊，哦，因为他的视角不会让我带下去。这边哎、欸，为什么他、那個、有看到就好，有看到就好。我没有不是我转的，哎呀，这好恶心哦！我以为是你在转，噪音都是我在发生的。思考一下，从到哪里这边好大哦？对啊，听音辨位，听音辨位。我也不猜，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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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他有个好丑的海绵宝宝，嗯，他有很多很神秘的东西。我看到小猴子。对啊，小猴子，这里有小猴子。可爱，熟悉的小，怎么能？一个了给，哎不行哎、欸，好惨了！哎呦，等一下，百姓拿的什么啦？这边拿的、啊，你要不要来？等一下来变这边，在这里，在这里。那个婴儿的脸、啊，总是有东西在偷看、啊。这里，这个，很丑。好，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蛋砸在上面？对啊。我是一个蛋，十秒啊，剩十秒了，不行啊，一下，我不要那个蛋，那个蛋，那个蛋，蛋哪里啊？那个蛋啊，小后面啊，后面啊，蛋啊，掉了，掉了，为什么一盒蛋啊？巧克力啊，我怕你饿着了，先打出鸡蛋啊，不要卡，不要卡，那蛋那边卡吗？刚我就说 F 三啦，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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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他有一个那个小美的贴图，然后那个墙壁被冰封。看，哇塞，感觉真的好大哦，这里很大，大的。然后感觉要限制多哪也很难限制啊。对啊，不知道怎么太大了。对啊，都好怪哦，习惯。来到莫名其妙的地方，你还要嫌习惯怪？怪啊，看起来不像，贴图贴错了。哇塞！我现在都走一些我刚刚没走过的地方、欸，哎，太大了，超大这里。但是机房不要去算了。好啊，不然我们等一下所有机房不要去。好哦，还有一边有机房。
嗯，欸，有眼睛哎，欸，有啊，会眨的，我都有。这男厕也太难，好酷哦，太难测了。男厕太难测是什么形容啊？阿基，坦诚相见。好，这里的西瓜有被动过哦。我动的，我动的，哦。西瓜会指引。又要先相信西瓜了。西瓜之力。相信西瓜就对了。哎，啊，我全力打。女厕有人来过哦。哎呦，哎呦，哎，西瓜到了。看来你这局找不到人啊。那这怎么办？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要把自己变成西瓜，跟哈基同队啊！然后体悟西瓜祥和了，这样我就少找一个。哇，这是什么？嗯，你说眼睛吗？是有个生物在那边在玻璃，对对对，在看你，对不对？这个不知道是谁啊？交给我，杰克。哇，一直在蠕动的女厕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了。哎，这个谁一直在厕所跑来跑去啊？厕所跑来跑去，对啊，有人一直在厕所跑来跑去，那个经过我起码三次啊。哇，有粉红的胡子哎，欸！怎么经过你三次？哎，这个又进女厕是不是？哈哈哈哈哈！看得一清二楚啊！卡住了！哇，你们好凶哦！你们不要那么凶嘛！我讨厌太凶了啦！嗯，哎，我找到了，啊，白痴啊，躲在这里了！哇！不要！死！哦！哇，还关柜哦？对啊，可以打开柜子。躲进去柜子里，对，躲进去柜子里，太白痴了，可以拿呀。为什么我看我自己移动会有一条线呢？条线，你的那个雷射光，太好笑了。哦，哎，太大了吧？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办公室啊？我觉得等一下我们限制不要变一滴血的好了。嗯。对吧，啊？一滴血的太好多了，太小了，对吧，啊？就一滴血以上的。哎，等等，我带你还是所有的瓶子、杯子都不能，啊。一滴血是还好，我觉得是那个地点啊，超大的。你看现在就一滴血的标变。好，嗯，先试看看。这办公室感觉没有人走过。哎，我家有这个袋子。我在看对面大楼是不是？这边打开超恐怖的，欸。哦，找不到。看电影哦。对啊。嗯。我这一楼层不存在。一试一下，在哪里啊？繁星 F 几？繁星这个是 F 三 ，F 三。啊！我这是什么声音啊？我快死！哈哈！啊！哎呦，不是很明显的。繁星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卡，放下就对啦。对，我是卡住的。哇！怎么喷能量？我想变我头上那个东西，但是它变不了，又变成还有楼梯了嘛？哦，Hello，Hello， 啊，卡住 ，Hello，Hello， 不是啦 ，Hello， 后面啦，后面，后面啦，哎，哇，啊，不然等一下就是机房跟楼梯间不要去，还有楼梯间哦，对，还有楼梯间，难怪你刚刚才看到的，对，嘿嘿嘿，对不对？这里叫死胡同。嗯，刚刚怎么走到那了？不知道，走啦，已经在孤那个什么 U 什么的迷路了。叮叮，有人把花瓶弄倒了，是不是啊？哎呦，哦，走，哎呦，脚撞粗，不小心撞到了，啊，我卡住了。啊，你卡住了，你躲了，来，我来帮你，我帮你解救他，好不好？我很明显，每次都这样讲，然后又说你这看不到我。等一下，为什么会有引力啊？有个磁场哎，你为什么一条线跟着你啊？对啊，
也拿到那个莫名其妙，好可怕哦！你是拿了火箭炮吗？对，对，我拿了火箭炮就那样。它就是那个你的那个红光，瞄准的地方哦。可是你没有拿着火箭炮，它也会。那就是 bug 啊！你在哪里啊？这里，哪里呀？这里。你很明显，通常这样子就超难找嘞。真的啊？为什么看我漂浮在空中啊？会很明显，所以不能一滴血吗？我有六滴血哦，我有六滴血，我有六滴血，你们都六滴血。我是不是要去找一个六滴血来变一下？六六六。